跟你说好了，只能看不能上。说好了只看不打，你又骗我。你看你身上这些伤，阿姨看你会心疼的。咱以后能不能不打拳了？你这不是打拳，你这是拼命啊！就你开车挣的那点钱，够干嘛的？我开车是挣不了多少钱，但也不会有生命危险吧？你再这么打下去，没等咱们回国呢，你再死在这儿，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？你不是喜欢打我吗？只要你不打黑拳，你天天打我都行，行不行？说正经的啊，我算了算，回头我把车给卖了，再加上咱租房子剩下的押金，买三张机票应该够了。要回国自己回去？不是，咱不回国，咱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咱漂了都一年了，在这儿待着，最起码还能活。回去了，不是坐牢，就被他们打死。我不怕死，坐牢我也坐惯了。那我妈呢？她怎么办？
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等我会儿。